个个篮球员都一边做嘢一边打波，好多人都打得下就放弃咗。俾着我，我又点会舍得永伦？点会舍得一班队友呢？可以一班人齐齐练波，各有各嘅岗位，但个心系一齐嘅。呢个就系永伦嘅精神。希望将永伦呢种团体嘅精神传俾下一代球员，令更多人享受打篮球。I never doubt.